开始了。好，现在是马老师和小可乐的史蒂夫。马老师现在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欢迎欢迎。点一下这个，啊，点了点了。拿出了零克，不知道为什么打打史蒂夫用啥都行。打了那个小可乐，拿出了零克。零克很沉，很好被粘的。看见马老师来怎么处理这个矿车，一般打史蒂夫就是怎么看怎么处理矿车，好可怕的。哎，他那个史蒂夫造那个工作台需要耗材料吗？应该不需要吧，不然，这还真不清楚，可能需要一个木头，不清楚，不是很清楚。好，耐心的等到那个炸弹的判定消失才上来。好啊，直接 DA 打中了，非常勇猛，效果也不错啊。史蒂夫啊，这个回响就铁定从下面上来。他这个墙是建在自己后面，嗯，就很安全嘛，就保护自己。完。看马老师这条命还能磨多久？如果不还如果不吃上 S 这一些的话，应该挺安全的。对，我们安全，都是很安全的进攻方式，效果不错。啊，慢慢的再累百分比。我以为他要用那个反向上臂打了，打了，是吧？慢慢的就摸到60，花太久了。啊，没有死，跳太多了。哦，往回扔，小可乐蹲太多了，被抓了好多次。连一套，连招，哎，40多，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连了不少呢。啊，哎，马老师他没帧啊，好像根本没帧。空闪回响弥撒哦，空后打中了好多次，啊，抓到了。他不知道这个，可能没注意这回音镖会回来。对，可能考虑的就是，这又用到了那个，就刚刚又回来了。对马尔非常有利，他满满雷百分比就行了，后面摸一个什么上臂什么的，摸一脚就死了。慢慢来。哎，他这个卡在那个，卡那个。史蒂夫想要进攻，感觉就只能开矿车。啊，但效果还不错。好像是往内 DI 了，是吧？应该是，所以才没运到。嗯，没注意，刚刚看我。因为看那个角度，感觉能运到。哎，打了个空下。啊，这个没算出来，对对对，这个是后头架上面一块那个柱子，是经典的那个。连一套，好像可以打更多伤害的本来，哎，还不错。好，矿车打一个空前，因为是金矿。啊！哇，是吧？刚多少百分比啊？70，这都行？70？我不太确定。70，感觉是像是70，感觉是70左右。一下打死了，他刚刚就是换了一个钻石的矿。换了一个钻石的剑，然后上来一个 S 打死了，直接。应该刚刚那局游戏他没怎么用横 S， 然后最后突然来。史蒂夫最烦的就是这个，他动作太奇怪了，上来冷不丁戳一下，伤害又很高。林克嘛，就是慢慢打的这个。好，选了一个虚空城的小地图，可能想更早的击杀吧。毕竟史蒂夫这个击杀不讲理的，所以百分比也累得很快，可能对他来说影响比较小。啊，有没有？哎呦哎呦，太厉害了，这史蒂夫精神。哎呦哎呦，面对插钩了，非常好，非常。哎，打到了，还能够很安全的回，下来了，没事，还是能看。哎，你看小战场、小地图的优势。哇哦，这空很沉稳，是回下来，
没修成，但是还是能还是能回来了。哇，史蒂夫回场挺好的呀，史蒂夫回场挺好的，相当好。哎，扔了个炸弹炸上去，但就进入优势轮吧，没有太多的用。慢慢，哎呦，真可怕！对对对，他如果进个墙在那个，他经典就是上 S 的，你跳过去。是的，不能跳的，最好还是把他那个墙慢慢消掉或者怎么样，我们混着来。危险！我们也没想你，别跳上来挂边。好，很沉稳的等那个简单下来。我们先，好，现在吧，很安全，先到船的，现在蓝比很高。林克就是慢慢攒伤害，扔垃圾攒。还，哇，把那个矿车给踢掉了。哎，矿车如果踢到上面的人的话，是能够直接打掉。啊、哦，死了！还是毒他跳，毒得好，什么一个空后之类的能打到，很精巧的选择。哎，这刚刚应该可以出横 S 之类，因为他那个出啥都行，对，他那个时间非常的长，想出啥就出啥，可能但是影响时间很长。打个空后没弄到，哎，很好，继续打伤害。林克这角色了，就是慢慢攒伤害，5%、7%慢慢攒。啊，这个炸弹手臂，但炸不死，其实就那样吧。啊，这就有用了。大哥刚刚急了，他被炸弹炸死，主要是反比也挺高的。行，现在最后一条命，但实际不现在还。好像还是个铁的，这个没有那个钻石，所以不太有，可能不太有，就慢慢的打力回，就是出太多了就会被累很多伤害。孔文真不讲理，啊，想混着打一个 DA， 但是效果不好。现在史蒂夫就是慢慢的看，还是有机会吧，毕竟他这个击杀能力确实很强。哇，他直接把他从铁针上面抓下来。好，哎，没什么，他把那个铁矿全用掉了，现在对他就很不利啊。对对对，而且没铁了之后史蒂夫就很不好打了。他应该挖的，现在挖的也比较慢了，现在没就肯定不会给他机会挖的。啊，机会来了，现在是拿石头的这个。哎，你看这个就是林克这个剑还是得多插好距离才能够打那个石头，不然会被 S 打。啊，他现在可能。不太好，对，不太好过去。对，就慢慢的跟他，不要着急，慢慢的打。能回来，能回来，很安全。哎，回不来了，是他是没跳吗？跟不知道、啊，感觉能回来啊。我对史蒂夫也没那么熟悉。哦，我们忘弄分了，把分弄上。哦，分是吧？现在1-1。我感觉刚刚高度好像是能回来的呀，我也感觉能回来，可能是那个，哎，我不太确定史蒂夫那个得往下就反物理学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就上去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来，那个还比较麻烦，比较反直觉。安全的回去没有？安全的公安。开在马龙第三局。哎呀，被摸到了，被摸到了。15可以接受。15算什么？没事。对。两个回旋镖就回来了。火星镖空前打一下，再来一下，这种都还好，只要不往上面连，伤害就不是很高。往上打的比较可怕，打不到，孔文，哎，小可乐读到了，孔文打伤害，这，哇，啊，没事。林克的、那个、这有点诡异啊，感觉林克那个上臂很容易，就是尤其是你上臂反的时候，很容易就打不到。哇，踩头了，没炸了，刚刚，妈的，还是直接挂边，好危险，都不，然后撤一下，重新调整一下，找一下节奏，从前打到他提前从矿车里面下来边，啊，这个没抓到，两个上臂来差一点时间，
小可乐现在有点害怕，往后撤了一下去挖矿。好，挖到了个钻石。哎，这个下来。哇，哦，对对对，他这个是刚刚差一点想试那个彩头加那个彩头加铁身。90%，不知道能不能拿。哎，急了，被橡皮打死了。林克这个橡皮骑非常强，问题就是他没打到的话，破烂太大了。林克现在就会打得比较谨慎，感觉。现在也是就看伤害，这个伤害。冷炸弹，冷炸弹打定了。一直用道具吸引他们，那不太好挖矿。林克又道具，哦，漂亮！完了，第三局打的应该是对这个对手也比较了解。对，你看马尔现在对付这个墙处理方法就跟之前不一样了。对啊，知道了。哎，爪，史蒂夫很害怕现在。哎，滚掉！你看他那边就两段伤害，那个得滚。对，打了第一下之后滚到第二下。啊，哎，我知道他想上，他想这个上臂，很安全。对对对。啊，还没有，刚刚蓄一下的话有机会，但不影响大局，现在非常领先，你哥非常领先。炸一下，看看史蒂夫能不能拿一条命来。马尔很喜欢用这个炸弹，就是去炸好东西。可能没有立刻搓，然后可能他知道马尔是不搓，所以他就用了算。我觉得没办法，搓不搓都得死。刚对对，那百分比是就比较麻烦。对。炸一下。啊！被打死。停止多智是吧？厉害厉害！